14组小诺诺队啊，小诺诺队要带来的这一个，它是一个。他想要出的角色是一个虚拟的角色，那其实在动漫作品当中虚拟的角色很多，那其中有一个领域吧，好，这个领域呢其实是由雅马哈他所开发出来的一个语音合成引擎，就是这样说好了，软体，这个软体的工作呢是帮助没有歌手的作曲人演唱他们所创作出来的曲子，所以它会模拟很多人的声音来演唱，而其中呢，一个虚拟的角色叫做洛天依啊，他是专门佛唱中文歌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这个软体。那在他的众多的歌曲当中，有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叫做《三月雨鱼》，这也是当初在宣传这个软体洛天依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个乐曲，后来收录在专辑《Sing Sing Sing》当中。这也是接下来我们的第14组的参赛团体小诺诺队所要带来的歌曲。现场朋友，让我们继续以掌声来欢迎第14组参赛队伍小诺诺队。Thank you.
掌声鼓励鼓励第十四组小诺队。来来来来来，为什么大家看到我都一直要后退？我们往前站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来，跟大家打招呼，自我介绍。大家好，是第十四组小诺诺队。为什么取名叫小诺诺队呢？我们算有点误打误撞。误打误撞，怎么说？当初其实也不知道取什么名字，然后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OK。对，就是很紧张。哦，那不要紧张，反正比赛刚刚已经唱完了嘛，对不对？嗯。那当然，我也很好奇啊，就当陪大雄聊聊天啊，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也是第一次认识洛天依这个角色。那为什么会选择洛天依这个角色来作为你今天主要 cosplay 的一个角色呢？嗯，因为其实是唱了很多邻家的歌，所以我觉得洛天依的声线跟自己更符合。声线符合你，所以你本身的声线如何？算偏尖的。您的声音是尖锐的。算，可是如果是初音的话，又太尖，比较、对。初音又太尖了。太尖，对。OK， 所以您必须要找到一个，您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符合自己声线的一个角色。哦，所以最后找上的是洛天依这个角色。那您本身是有在平常就有在唱歌吗？有兴趣。兴趣是唱歌。是。所以哪一种类型的？嗯，合唱团、出声、声乐，或者是有都有学一点。之前国小有当过合唱团。哦，您国小有参加过合唱团？是。您唱的是高音部。高音部，哦，所以因为声音比较高，所以唱高音部，对不对？是。哦，所以也因为有这样子的经验啊，那有喜爱歌唱的心。那今天呢，把歌唱跟自己喜欢的角色融合在一起来演唱。您觉得洛天依这个角色比起其他 B 家的成员最大的魅力在哪里？魅力在哪里？中国风的气质。中国风的气质。我很喜欢中国风的音乐。哦。像锦鲤超之类的，那种洛天依的歌更让人喜欢。OK， 也推荐给喜欢 B 家的朋友们啊，洛天依有非常多好听，如果你喜欢中国风的曲风的歌曲的话，一定要来听听看他的歌曲喽。那在这边也祝福小诺诺队有很好的一个成绩喽。谢谢，谢谢现场朋友再次一掌声，谢谢小诺诺队带来的一个表演。好，这是第十四组小诺诺队。